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大眼万象困难崩铁 2.5 妙趣满堂全攻略合集瑞藻六合马放货物瑞藻六合 Remake 大眼万象。这边我们也是来做一下困难模式的大眼万象三个关卡。这边的话是美观，分别注意一下我们视频左上角的这一个图片顺序，有按着左上角这个图片顺序去做就可以了。有这边首先第一点拿起，有放到我们二号位置，放下之后，我们的右手边的上面和下面分别的替换一下就可以完成。完成之后，我们这边也是来到我们的第二关。第二关之后，然后也是一样，首先来到我们的左下角，有跟我们的这个右上进行替换。替换完之后，把我们刚才左上角和左边的中间，然后再替换，并且拿起来。有拿起来之后，来到我们的右下角这边，拿起放下。有就这样子把它给完成就可以了。那我这边讲的可能有点问题，还是大家去注意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图片去做吧。这边的话也是来到我们这边的第三关卡。这边关卡之后也是一样，根据我们左上角这个图片去完成吧。讲的话可能会有点乱，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这个图片顺序，挨个的去放下拿起，放下拿起就可以。最后的话是需要我们最下面这两个分别互换一下就可以将其完成了。这边完成的话，完成之后可以领取所有的奖励。